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oanna 澳洲生活。今天你开心吗？如果啊，你要经常观看我的视频，你会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开心。现在啊，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失眠。好多的那个我的一些朋友们呐、啊，一些网友们呐、啊，都会经常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九安娜，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？我经常的睡觉睡不着啊，那个我总是失眠，怎么办呢？”但是我觉得哈，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。以前我也是经常的睡不着觉失眠，当然失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原因导致的失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调理自己的失眠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？就是你看，我们要揉开啊手腕上的一根筋，那么这个筋揉开了以后呢，那我们的失眠呢就慢慢的就把它调理好了。是一个什么筋呢？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就是我们把手伸出来，手伸出来以后呢，我们的小指对应往下的啊这个地方啊就有一根筋，你可以自己啊就把它摸一下，你就把它撑直了以后摸一下。当然啦，要是很胖的手肉肉的，可能这根筋呢就很难摸，但是你很仔细的摸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一根筋呐、慢慢的这有一慢慢摸了以后，你就会感觉到这地方有一根筋啊，就是这个小指头的这个往下这地方，这就是这一长，就是这根筋。这根筋呢有一个穴位，这个穴位呢就叫通理穴。那么通理穴呢，从字面上来理解，就是沟通表里二经啊，它是沟通表里二经的。然后呢，令精气畅通无阻啊。你看，精气畅通无阻的话，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对我们的身体，特别是我们的心，就是清心凝神特别好啊？精气畅通无精气畅通无阻的话，我们的精气就可以凝神安静。啊，所以这个穴位呢是我们调理失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。当然这个穴位如果要找起来挺麻烦的，我们呢可以就是用双手哈，先把这边啊就是找到那个小指头往下啊，这就从你就从这边开始揉到下面，就是这一块你可以揉啊，两边揉，这边揉个15分钟。好，然后呢再换这个手，也是这个小指头往下这一块这个地方，然后呢也是从上面开始揉下面啊，揉15分钟。那么很多朋友会讲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找起来很麻烦的，我们也记不住什么叫通理穴，这个穴位那个穴位啊，人身上的穴位太多，的确是我也记不住。那么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懒人的办法，就是第一个办法就是找到我们的小指头往下，就是这一块是差不多有1寸多的地方，你就揉15分钟，然后这边也是揉15分钟。如果这个办法觉得大家还是觉得记不住，那么我还分享一个第二个办法，就是还是用我们的刮痧板。那么这个刮痧板呢就是很简单，但刮之前呢我们一样还是把这个艾草精油把它抹一点，因为艾草精油呢它是通经活络，而且呢它可以不伤我们的皮肤的，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艾草精油呢就把它点个一两滴，在这个地方点个一两滴，然后呢我们把它稍微把它揉开一下，把这一块把它揉开一下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刮痧板，没有刮痧板也是拿一个那个瓶盖都可以啊，我们就这么来回的刮。这样刮有什么好处呢？就不要聚穴位，只要是失眠的睡眠不好的，我就刮这个地方啊，刮个15分钟啊，你看很简单，就是刮这个地方15分钟啊，这边刮完了啊，刮这边也是一样，刮之前啊抹油，抹完以后刮这个地方刮15分钟啊，刮，你看。那么这个呢第二个方法呢就非常简单，就是你把它刮。当然有的人说我前两期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问我说，我那个艾草精油我没有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还是跟大家分享，不见得要艾草精油，你碰见了就买，碰不见呢就 BB 油啊，任何油都可以。我说了嘛，橄榄油都可以。为什么？你的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不要把皮肤给刮破了
啊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起一个保护皮肤的作用。当然有艾草精油是最好，它有舒筋活络的一个功效啊，有艾草精油是最好的。好，那么这两个方法呢，就是一个用手揉，一个用刮痧板。这个方法呢是最好的，最简单的把我们的失眠把它调理过来。那么什么时候做呢？就是你呀有空的时候就做一做啊，把它揉一揉啊，揉一揉15分钟，左边15分钟，右边15分钟，两边都要揉啊。揉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揉到你的失眠有改善就结束了。像你揉的时候，你自己知道有点酸痛酸痛的感觉啊，所以这一根筋把它揉开了啊，这个穴位揉通了，你的失眠啊基本上就好了啊。好，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穴位可以调理失眠的方法，虽然简单啊，但是它的功效特别好。其实有时候我经常跟大家分享说大道至简，实际啊有时候因为有些身体的问题不见得要很复杂的问题去解决。当然你要是身体疾病很严重的时候啊，你深度的失眠的时候，那么肯定不光是经络的问题呢，那么可能你身体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，那要去找医生去看的。一般的调理的问题，很浅表的东西自己就可以去解决啊。所以经常呢把自己一些穴位，哎，哪些穴位是管一些哪些问题的，把它了解清楚以后，就是自己就可以手到病除啊。这个方法是非常适合自己喜欢养生，有自己喜欢调理自己的身体的一些小问题的，特别的方便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解决失眠是很多人的一个大问题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